户户意意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radicals? 这两个部首有什么区别？Who, radical who, on the left, 左耳旁。E, radical E, on the right, 右耳旁。Who, 富林。富不土富商埠大连是著名的国际商埠富 originally is 富 meaning hill富富Radicals with left side 富 are usually related to heel 富阴阳零斗阴阴性参加测试的人测试结果均呈阴性阳阳性有一位病人有阳性反应零丘陵他卖力爬上了陡峭的丘陵陡陡坡每次回家我都要经过一个很大的陡坡富 Characters with left side 富 are usually related to hill主帐房阁主主舍因为交通阻塞我们没有赶上班机帐保障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得到生活保障。房，房子，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疫情的扩散。隔，分隔大西洋把美洲和欧洲分隔开来。意，诚意。
易，慵穿易，慵灵，他是广西雍陵县东门乡人。易，易。易 originally is 易 meaning area, district, or city. 。Character with right side, E, are usually related to city. E, 帮教都郡，帮邦交一些国家和我国建立了友好的邦交，交郊外，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住在郊外。都，都市，他很喜欢繁华的都市生活。郡，郡主，年轻的郡主已被接回宫里了。Character with right side, E, are usually related to city. E, 鞋布底油鞋鞋魔，他中了鞋魔，已经情绪失控了。部部分，我昨夜大部分时间都醒着。底官底，我对首相的官邸和政府大厦非常好奇。有邮箱，这些文件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